谢您掌声啊！感谢您，刚才欣赏了我们五队的演员，哎，尚九锡、何九华，说的两个畜生的精彩表演，哎、听不错。人有叫畜生的吗？对不起，说错了，不对，应该孽畜。对，二位演员精彩表演，尚九锡、德云五队的，我们都是五队的演员，哎，没错，特别了不起呀、啊！有喜欢我们队的是吗？有吗？嗯，瞧瞧，谢谢谢谢，替我们队长谢谢你，我们队长烧饼挺好的，烧饼什么叫烧饼？烧饼，替我们队长谢谢你们吧，都是稳中见骚的演员，嘿，也挺好的。我们德云五队是一个没有节操、没有下限的队伍，好多朋友确实挺喜欢我们队，有喜欢听的朋友，在后台也听了，大伙儿也是特别欢迎，特别开心，哎，特别开心，特别的高兴，是不是？晚上挺开心的，又看了一个剧，又听了一段相声，是，一会儿还有我师傅的一段团体演出，哎，都挺开心的。嗯，其实刚才在后台我待着的时候吧，咱实话实说，今儿上来呀，就是说说后台的事情，说说。哎，我知道，有时你要真说跟你们讲一段相声，你们好多朋友比我都熟悉，哎呦，太了解了，咱就聊聊天，说会话。嗯，我们后台刚才在后台待着了。今天大伙儿也看见了，怎么着、啊？整个后台40多个演员，演员可是不少。哎，确实来了不少人，差不多了。40多个大小伙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年纪都不小了，这么多人，啊、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呀、啊？这个团体太坏了，这团体怎么还坏了呢？在后台就待这么一晚上啊，出了不少事儿。这后台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不知道吧？啊，大伙儿爆爆料，咱别外边传去，哪说哪了啊？啊，你说说。后台40多个大小伙子，怎么着啊？有同性恋，咱爆料吧，劲爆吧，这料太爆了。哎，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替大伙儿问问您，这谁呀、啊？别装傻，不是我真傻。得这么承认了吗？我不知道是谁呀、啊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后台有同性恋，那么一会儿你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想知道吗？我想知道啊！真想知道，真想知道。亲我一口，我告诉你。你滚！喂，行行行行。你看这群众的呼声。祝你们幸福。嗯。这是第二个，我挺喜欢他。原来这危险就在我身边啊！真的，其实对于他还是差着的，我还是比较……行，你别过来，你离我远一点，以后咱俩说相声，这拉一道帘儿。我跟你说这个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，我，你别过来，你别挣扎，别过来，别挣扎，越挣扎我越兴奋。哎呀，您太，我都恶心了。你别恶心，不是，您是个一个变态，您别摸我好不好？您脸冲那边，别冲我说话，有那个飞沫唾液传染，你挡一点，我挡着吧。怎么还有字儿呢、上边怎么了？你别冲我说话，我恶心。不是，干嘛？真的我你别扭过去，你先扭过去。我问您个事儿啊，你会说单口相声吗？我不行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、啊！我家里还一堆事儿，还没收拾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，哎、我先看不起我。对对，怎么今天这么直接了？哎，我就是看不起。不是，我实话是，没有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您什么意思？我那个意思，其实你对我还不了解吗？你对我还不熟悉吗？那还行。对吧？咱俩关系这么好，你还不了解我？我了解了解吧。我不是，我没有这么多的爱好啊。对吧？我专职，我就是。爱好男啊，不是就是那个也有女的。哎，你就是女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搭档的喜欢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超出了那种喜欢。对了，不是那种爱情的喜欢啊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不起我。握握手好不好？握重归于好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，来来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说相声吧，用不用这么嫌弃？小心一点好，我手上有一小破口，血液传染。那我这没有 啊。行，咱就好好说相声。你对我还不熟悉吗？我熟悉。咱俩搭档那么长时间，说句托大的话，怎么着啊？对不对？来德云社，你是我带进来的吧？您带着我来的，对不对呀？太对了，带来了德云社这个大团体来说，你算把我推火坑了。我是。不是，你是不惦着干的吗？
不是你带着我刚卸完尸，这现在就开始说这种话了。那我脱了大褂说怎么样？那说的有点多了。哎，你们是看什么来的？就喜欢多，这得单加钱的。咱们给团里创收了，又多挣钱了。不是，就是说不能这么说。那怎么说？你师傅说听完这话不开心，他心里有点压抑。确实，你说我把你带到这个团体来啊，这个团体还是不错的，不错哈，真的很不错啊。至少来说，你跟我来这团体，你说好多的好处都有了吧？我赶上什么好处了？我跟着你演出，在这个团体演出，我是挣着钱了，我是出了名了。不是怎么了？钱名一概没有，不，但这个团体很大呀。就是团体他大，德云社金字招牌呀。对，那不在上边挂着呢吗？那不能给我挂上面去，那大伙儿都看我。不是，我说一个什么，大伙儿就认同。不是，就是说你怎么没挣到钱呢？我挣到钱，这个团体能挣多少？老么多钱了？哪就老么多钱了？多不少？你一个月挣多少？你说说。那我就跟大伙儿说说啊，我一个月在德云社说相声不到4万。我就在这团体我说相声不到4万块钱。我才不到4万。对呀、啊、你要疯啊、还嫌少？你还想怎么着？这够干什么的？不够干什么的？什么都不够。不到4万，具体一点呢？1800。你听我的，干嘛？你现在你收拾收拾去世吧。我挣的少还得死了是怎么着？1800，但是也可以，也差不多。你可以出名了，没有钱咱出名。我哪出名了？有人认识我吗？师傅，你看看，你们这帮骗子。他叫什么？哎呦，对，真有认识我的。你看有了解的。哎呦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也算出名了。啊，还有微信呢。哎呦。哎呦哎，小闺女挺好的。哎、您哪儿看出来的？你真的你也不宅食啊，你这是、哎。行了。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哎，师傅捧啊。是师傅捧了吗？对不对呀？刚才介绍了好多呀。是吗？另外来说，好多咱，让咱们往外边，嘛，电台、电视台的、不都去过吗？咱那可是去过不少。之前那是去那个哪儿 ？TJTV 天津电视台。去过吗？去过。看看。啊。BTV 北京电视台去过吗？去过。你瞧瞧，对 ，CCTV 中央电视台有吗？有啊。你看看，对 ，SBTV 啥？没有。这哪是 SBTV 啊？有哪儿啊？绝对去过。没去过。陕北卫视。陕北卫视。陕北缩写 SB。哦，对，陕北卫视去过吗？陕北卫视那去过，在当地特别有名。我还在那儿有名了，特别有名，是吗？哎呦，火遍了在当地，嗯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都认识我了。哎呦，给他起了个名字，起了个外号，什么外号？特别热情，叫什么叫？什么叫什么叫大陕北？我是大陕北，对对对，大陕北。啊，大伙儿听没听过这个外号？嗯。也有听过的，绝对有这位、大陕北缩写、大 SB、哦，他们说大 SB 就说我呢，合着这多捧你呀、出名了，这太捧我了，他多新鲜呢！哎嚯，了得吗？那以后我就把这改成我的艺名，用去，我的艺名就叫大 SB， 发扬光大。以后咱俩一上台报幕就省事了。怎么说啊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靳鹤兰、大 SB。有意思吗？有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？我出了名，大 SB， 我火了，我算不是出名啊？这就算出名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小腕儿啊，啊，这有点小名气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只不过现在好多朋友不了解，为什么？是艺术还是有点不过关？哎，那肯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平时你生活当中你研究的跟相声好多你都没有关系。那我在台上说相声，我台底我还研究什么相声啊？你这话说是没有错，但是应该你还是研究一根。相声有关系的东西还得学习，他瞎研究，我怎么着啊？没事到了台底下私生活瞎玩，我就喜欢玩啊。喜欢的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人体艺术。对吧？我晃着光屁股大娘们了是怎么着？什么光？你看你这什么叫人体艺术？那叫行为艺术。对，行为艺术，你看你特别喜欢吗？行为艺术。那是之前的年轻人小伙子喜欢纹身，还喜欢的自己也纹身去。嗯，但不是说瞎纹呐。啊，
什么左青龙右白虎，中间纹个米老鼠，哎，这没有这样的，不是那个，哎，现在你说瞎纹身，嗯，有的人好纹个那个什么龙啊、虎啊、豹啊，啊，有纹这些的，有的还有想纹的什么，关老爷，哎，有纹这个的，镇不住，哎，压不住，容易出事儿，是对不对？纹那观音，啊，不好，那是佛呀，还有纹那唐僧的，嗯，这一辈子倒了霉了，这是缺心眼儿吗？这位一辈子九九八十一难。从后背纹一唐僧，对不对？不能瞎纹啊！当然，人家纹都是励志的。我喜纹的好东西。哎，老年间有一个故事，不知道大伙儿听过没有？什么故事？叫做岳母刺字。啊，在这岳飞后背纹四个大字，精忠报国，太励志了。这是个励志的东西。是啊，他就学习人家。我喜欢这个。他只是喜欢这种精神。太对了，学习古人。嗯，纹这个去。来这个。到纹身店纹身去了。嗯，老板受累个纹身，您后背您给我纹一个精忠报国。来这个。小伙子可以呀。嗯。现在敢纹这个的不多了，很少见，太少见了。躺好了，别怕疼，知道吗？啊、嗯，哎，你躺好了，躺好了，一会儿就完了。开始纹，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人北望，草青黄，剑气如，写错了。行了，这写错了还得打个叉是吗？这喜欢吗？好，这我纹完一这满背，多漂亮！有什么漂亮的？落款精忠报国杠图红钢板。嗯。谁唱的我都得刻上边，对不对？你研究你都这些东西，哎，你肯定的火是差一些了。那是啊，你跟我能比吗？你怎么着、啊？你哪怕是上九溪，人研究的音乐，啊、对呀、啊，歌曲，这都是跟相声沾边，在舞台上能用出来，舞台上能使出来。对，包括我也是，年轻人们，我也喜欢唱歌。您喜欢唱啊？我跟他唱的不一样，啊、他那是国外的，嗯，我就国内，国内的那唱歌的，哎，我就喜欢听神曲。神曲那是忐忑呀，忐忑啊！知道忐忑为什么称为神曲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唱完这首歌，啊、你能看见神，死神，哪是死神呢？怎么还得看见神呢？就是你能给自己唱懵了，就唱的特别的开心。哎，给自己唱蒙圈了。哎呦嚯！真的啊，这歌听过吗？这我听过。哎，这歌特别了不起，非常的兴奋。给大伙来一回啊！哎嘿，有孩子抱好了，不要害怕啊！容易吓一跳。别！嗯，你要抄苍蝇是吗？溜溜舌头吗？哎呦！啊哦啊哦！哎，啊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更多，啊是的，是的，啊哦啊哦啊啊啊！南亚摇，南亚摇，啊是的，个呆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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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呆，南亚摇。火火！啊，您都唱缺氧了。这就看见死神了、哦、这么个看见死神了，哎，看这歌好不好？这歌还唱挺兴奋的，哎，多开心，真开心，多么欢乐的一首歌。是啊，哎，听得懂吗？这哪听得懂去，里边也连词儿都没有。谁说的？字儿哇乱叫的歌。哦，你以为里边光是什么哦啊得呃嗯哦，给毛片配音呢他给毛片讲话。你以为光这些吗？不就这个玩意儿？不是不是，我这首歌我反复唱了上百遍。哦，这么多。哎呦，我有理解，有领悟了，有自己的感悟。是吗？这首歌其实它里边有词儿，还有词儿呢。真的有词儿，它不仅有词儿啊，还有故事。这是什么故事情节呀？不是现在的事儿，嗯，老年间、哦、过去的事情。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嗯，想到那个皇宫里边呢去当公务员啊，就是当太监。当太监？你敢说公务员是太监？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别瞎说、啊、这不进宫不就是干那个去？你可以当总管呢，这不一样吗？你职位高一些呀、嗯、反正当那个行业，但是那个行业有要求。什么要求、啊、首先来说需要做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啊，就是阉割掉，说白了切切呗，就这个意思。小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、嗯、没有办法，一看同意了，答应了，当太监吧。嘿，哎，当太监做手术、嗯、躺在这个手术台上边，没一会儿的功夫过来一位操刀手、啊、就是做手术的这个人。兄弟，甭害怕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咱就成了。您拉的比他干净。好了，这叽撩叽撩的，这不学的太监那音吗？真像。甭害怕，嘿，拿刀一切就完了。快，我拿刀给你弄啊。哎，怎么着啊？我的刀呢？我没带刀啊。那也不能拿手薅啊。
他一指那小伙子啊，待着，那待得住吗？待着，待不住啊！你待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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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待到。不是唱的什么这个？没听懂，放慢一点去。嗯、你待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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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带刀。哦，让他待着，他没带刀。小伙子一听害怕了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你摘这玩意儿你不带刀啊？是啊。不是你摘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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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带刀。这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忐忑是个对唱。你来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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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带刀，摘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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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带刀，摘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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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带刀，摘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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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带刀。不是他怎么给人弄啊？刚出主意了。说什么了？哪家有？哪家有啊？